腾讯体育、凤凰网、新浪、搜狐、昌平区融媒体中心等众多媒体对本届大赛的大力支持。好，这是一场63公斤级的自由搏击比赛，红方是来自广东胜利人和李天涛，蓝方北京日照东方的杨德元。李天涛呢，今年22岁，身高是1米80。杨德元呢是23岁，身高1米68啊，双方有12公分的这个身高的差距。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觉上明显的感觉出来，李天涛呢是这个在臂展和这个腿长的优势上啊，还是很明显的。第一局上来之后呢，李天涛呢还是有一些在试探对手啊，但是我们反观杨德元，进攻很主动，进行。杨德元呢还是以这个拳法的主动进攻为主啊，因为这个身材呢比较粗壮，但是我们看到李天涛呢在经过前期的试探之后呢，在杨德元近身之后呢，采取了一些吸顶的这顶吸的方式来遏制杨德元的近身的组合拳法，双方拳来脚往，双方换拳，互有击中，但刚才是杨德元一个不小心的一个扫踢踢到李天涛的这个裆部了。我们听到李天涛的这个场下助理一直在指挥李天涛近身之后要顶膝，那么杨德元确实也要防住李天涛的袭击啊。逐渐的李天涛的这个近身之后的顶膝慢慢显示出一些效果来了。双方换拳。分开之后要注意，杨德元还是很要小心一点啊。李天涛现在这个腿法的扫踢已经连续4腿。手要拿高了，因为李天涛这个腿很长啊，稍微一抬就可以够到杨德元的头部。特别是双方在拼拳之后的分开一刹那，李天涛是有这个起高扫这个习惯啊。好的一个后手摆拳，这下很重。好的，李天涛还是因为双方是一个正架一个反架，所以后手的直拳和后腿的扫踢，使用起来就比较方便。我们看到李天涛已经连续3腿的扫踢啊，有点这个泰式的打法。这个时候杨德元啊要拉近距离，不要给李天涛扫踢的动作了。好的，第一回合和最后10秒钟分开，可以继续进攻。双方换拳，一个后直。第一回合比赛结束。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呢，双方呢因为由于这个身高的差距比较明显呢，所以双方的战术和打法呀也是，差距比较大。一个呢是以扫踢为主啊，一个是以近身的拳法为主。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、慢放。第二回合比赛开始，场上裁判是段慧东老师。双方还是延续了第一回合的战术啊，一个试图拉开距离踢中腿的扫踢，另一个呢，我看杨德元在第二回合上来之后啊，改变了一些战术啊，采取贴近对手的这个打法，但是如果要贴近对手，还是要防着对手的膝法。双方拳来脚往，这第一场选手啊，两个选手打的就非常激烈啊，并没有过多的试探。李天涛第二回合上来之后呢，面对杨德元的这个
近身的打法，拉开距离，我看用的更多了一些是直线拳法来控制距离，前手刺拳很不错，非常快，非常隐蔽，后肢前摆，袁德元这个时候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动作了，我近身戏法，推开要小心了啊！北京格斗的比赛规则是顶膝只允许一次。又是前手刺拳连续两次，这个距离控制的不错。我们看李天涛呢是远距离的面对对手拳法，有前手刺拳后手直拳的控制，然后近身之后又有膝法的这个迎击。第二回合上来之后，杨德元的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啊，慢慢被李天涛这个掌控住了。小踢。要小心了，这个高扫很危险。杨德元连续尝试两次的拳法进攻，但是都落空了。李天道在距离控制上，做了一些改变。这个时候，杨德元呢要试图做一些步法的移动啊，不能在自己贴近的时候很轻易的被对手判断出来。现在完全是李天涛在往前碾压，虽然是距离拉得很远，但整个的打击还是要往前推进的。顶膝后直，典型的高个打低个的选手的打法啊，远距离的控制踢腿，近身之后的袭击，然后推开之后又是拳法加扫踢，非常立体的一套打法。杨德元这会儿可以尝试一下假动作。李天涛今天的膝法对他的战术的帮助很大。第二回合结束。第三回合决胜局。李天涛抓住一个机会，一个正蹬的迎击，杨德元倒地。虽然说这种倒地呢是不被计入评判的这个标准，但是是李天涛一个有效打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佐证啊。杨德元还是用拳法进攻，但是明显被李天涛掌握住了这个距离啊。第一拳、第二拳难免会落空。杨德元加快了一些进攻节奏，但是这个距离啊还是不够。好的，后直。在进攻的时候还要注意对手的膝法的迎击啊。对了，我看杨德元这回上来之后的一个拳法是配合步法的移动在做，这样的你的有效的进攻率会高一点。这个后肢的迎击很重很实啊。第二回合杨德元除了在拳法的进攻上啊加了一些步法的铺垫，而且呢在拳法落空之后还会做一些腿法的跟进，这个时候啊就会我的拳山会打空了，但是我的腿呢可能这个我们听杨德元的教练啊说要黏住对手，对这个黏住对手的战术是对的啊，不能拉开距离。低扫，这是一个失去平衡的倒地。
第二回合上来，杨德元明显是加快了步伐的移动，每一次进攻都是用步伐往前进。双方到第三回合的时候体能都有一些下降，在动作质量上啊，包括移动上会有一些影响。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意志力更坚强，谁平时的这个体能储备更足。李天涛现在更多的是一些控制型的打法，不断用前手去刺去干扰。我们刚才看到杨大元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动作啊，这个手呢在护住自己的腹部，刚才可能是李天涛的袭击有一些效果。要知道人在这个体能差的时候啊，你的抗击打相对也会下降很多，这时候可能平时100%的力量才能打得有效果，但是到你体能差的时候，可能20%的力量就会打出这个很大的威胁，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自己的防守。后直前摆，最后10秒钟，比赛结束。让我状态更好。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，1号裁判30比27，2号裁判30比27，3号裁判30比27。最终比赛结果，红方获胜，恭喜红方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，原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王小军少将，军事专家戴旭教授，有请二位为我们第一场的选手颁奖。在场的朋友们把掌声送给他们，大家掌声鼓励，对。